欢迎来到中国首都北京。我们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候机楼进港。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30，机舱外的温度为29摄氏度，83华氏度。飞机还将滑行一段距离，请您继续留在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保持您的手机处于关闭状态，直到飞机完全停稳，可将灯光调亮。到达北京的旅客，请在本站办理检疫、入境及海关手续。如果你需转乘其他航班，请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你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我们很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的旅程，期待与您再次相会。祝您在北京愉快，再见。Welcome to Beij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just landed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rminal 3. The local time in Beijing is 11:30 a.m. The temperature is 29 degrees centigrade.